去它是一个运动精油，因为是麻黄素，它是一个中枢神经的兴奋剂，对于那种积极类的对战类，它会比较勇猛。过去你只要能吃饱，就是有能量了嘛。因为运动员他并不能够说我只是训练，我只是运动，然后去参与比赛。运动员的伦理、运动员的品格，包括运动精油这个部分的一个知识、常识、概念，也都必须要有。每周六晚上9:30，请锁定大爱探索周报。